开始。开始了。안녕하세요。这个是他怕眼睛会肿，今天。不是，我怕，等下我今天天气不冷，我怕等下我越做忽然间浑身发烧啊。为什么？哪里发烧？你哪里不舒服？刚才我不是叫你先去吃先咩？你看讲你肚子饿，我就让你吃先。他应该是天气不冷，而且他很热，所以太热了，对吗？是不是很热？今天这么冷，被 F 压住。什么 F？ 哦，华氏还是色？哪里 F 在哪里？哪里 F？ 我吗？什么？哪里？哦，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哎，你也尊重我一下，你被压你呀，压你呀，哎。算了，哎，穿回去，包紧一点，包紧一点。哎，等一下，各位，你知道吗？对，他说有 A、B、B、黄色。哦，我是 A。哎，所以我跟你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知道这些 A、B、C、D、E、F、G， 还有一个 H。H？ 那 H 在哪？在哪里？这边。看，哇，好大一块！哎，刚刚吃饱。好大一块！刚刚吃饱。哎，不过说真的，我第一次昨天我跟两个第一次，对，因为我们第一次，然后而且第一次我就有一点自卑感。哎，不要讲。慧珍还很 proud， 慧珍。什么？慧珍还挺胸起来做。不是，我不想，我这样子。没有，盖东西。盖了。还是没有。没有，因为看得到那个 pop 出来，你的那个上山啊，那个是奶沙来的。我那个叫小波。啊，你那个小波是奶沙。小山丘，对对，你那叫什么？他这个是阳明山的好。不是，幺幺，我想要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人这么小只，然后你的胸大？哎，我不小只，我很高哎。没有，你看重点，你看他的腰。我也是有腰的，我的腰只是不明显。我有腰，我的腰不明显，马来西亚跟台湾的不一样的。那有，我们跟你讲都有腰。只是名不明显。对，是那个腰，是真的腰还是八股的腰？啊，是我们讲都好看。帮我们分享。对，我先分享下面。刚才啊，你不是下来了？刚才你上去楼上方便，在二楼他在那边照镜子。我站在旁边，他直接转过来哎。对。他直接转过来哎，因为这样，好像这样啊。你看前面你在照镜子啊。然后我在旁边，我站在旁边这样啊。进来一点。我就站在旁边这样，然后转过来问我。你在看吗？我说对呀，我不要偷偷看，我就直接光明正大。我跟你讲，真的私下。我跟你讲，鳗鱼仔他的那个偷看技巧有多拙劣，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我就这边就，然后就感受旁边。没有，我还这样，真的这样。没有，他旁边有个男的，他就这样。哦，就是上了，装没看，但是我就感觉到他的那个视线有这样扫。我隔壁盖那个。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他用他的眼神来强奸你。真的。我好险，我好喜欢的。可以这样报警了，我要报警。你要体谅我，因为我这两年看的都是这一种，不是这一种就是太大了。我难，你知道吗？因为之前还有一个熊熊，因为那个结婚了，不可以这样明，不可以这样看，因为他现在真没机会在。对，人机他的问题是，他做直播，他的老公都有在现场。真的，他怕你们呐。没有我。神农强奸他，看我家那个老的，因为这个单身可以直接看。那你知道？你要体谅，因为我两年都在看这种，真的。还有莹莹呢。那你知道，要是帅哥看的话，我觉得很舒服。但是，我 OK 啦，我觉得不错嘞。他是新加坡的，我觉得蛮帅的嘞。他看我就觉得有一点怪的，想暴击。哦，你喜欢白白的？你喜欢比较肤色比较白的？其实他挺黑的，真的是蛮黑的，而且最近他皮肤也很干。昨天我们酒店就停电，他妈的，你懂？你真的是黑，你没有住我们的酒店。昨天晚上我们的酒店又大停电，真的停电，吃饱饱了啊！我们要回去哇，我要回去冲凉睡觉了嘞。怎么走到那个酒店外面呢？他的灯，哎，慧珍还讲，他妈的，你看这个酒店省电，我就讲说省你个头，整间暗暗的。大家确定那是酒店？我们的还是那是难民窟，走进去差一点好像鬼屋。重点是旁边全部都有店，只有我们那一栋，只有我们的那一间。对，西北口连慧珍就讲哇，不管了，就直接上去了，上去呀，快坐上。好，来，这样。慧珍就这样啊，回去。好可怕。这样，然后我充好了，啊，房间有那个手电筒，我就开了吊住了。
在旁边冲凉，我唯一冲凉最快的一次，开水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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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唰，冲水快点抹干出来，然后我的脸因为本来要擦一个东西嘛，很干破皮，对，我你要我怎样去擦？来等一下，你要我对住镜子半夜自己在那边这样擦吗？我跟你讲，真的要保护，我不敢，一定要这样子，我不敢，因为我一个人睡。我真的不敢。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去厕所，他准备要擦的时候，突然间这个灯闪闪闪，真的。我没有。就那么叫闪闪一下。我刚好要进去，我已经开了我的那个，我已经开了，我已经急了。对。我要擦那个厕所的那个镜子啊，吱吱一下，你别丢了我跑，我出去外面，我躺下去床，按电话啊。床头后面又在吱吱两下，又在多一次，真的两次。我孙八两次，真的吓死我！那我就快点再进去群组，你们的灯来了吗？他就回复我闪了两下，我就黑啊！明白？因为而且是整间暗暗，就开一个手电筒这样照上去嘛。那你昨天睡得好，有压你吗？我有蜡被压，其实我天亮才睡。瑶瑶，我告诉你，其实他讲这些东西，他只是为了要暗示。然后，而且他因为今天我去陪他，哎，对，然后因为我比较喜欢你的酒店，我可以过去你的酒店的。你我拉行李被压是吧？被 F 压是吧？被 F 压的感觉是不是？你怎么知道我的房间还有空位？一定有了，我知道，我住过。你有住过是不是？我真的好笑啊你！不是，因为他你看他身高，他通常。以前交往都是一定是比较高，一定是170以上的嘛。对。他不懂，可能没有穿过170以下的，对不对？对不对？你通常你男朋友是不是都高过的？一定的嘛，因为他168，他很高。多少会高过我？要嘛就是应该是这样啦，至少一点点。没啦，会高我最少175、170吧。那你的话？哎，我头发是很高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啊，对，那么低，怎样？不是。因为如果跟这种没有，我没有，这个不是攻击啊。你可爱，如果你要做什么？好好聊天哦，我们两个女的，好好聊天。不是怎样？不是，很像他啦。我如果身高差不多，你刚才我躺下来，我怎样一定躺下去的时候，一定会比他突出一点。因为你的脸很大啊。不是，两个人躺下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东西，我一定会比你高。但是他就不会，我应该不会比他高。如果等一下，应该不会比他高。等一下，那你间接证明了你的啊，没有鼻子，你想到哪里去？有点。我刚刚就想说，其实高度不是重点，长度才是。哎，要讲那个马来话了，英英的那个什么 ，balu try 什么那个。bulung try bulung tau， sudah try tiap tiap hari mah。就是说还没事。一试了，不好天天要哇！你刚才好害羞了，天哪，害羞了！我突然间又热了。其实我不讲真的，台湾女生都比较开放。有吗？对比新加坡、马来西亚，对，比较开放，真的穿着吗？不是，没有言语上面啊，或者是一些很多方面都比较开通，都比较开通。我们觉得，继续帮我说说。哦，你不会啊？不会。哦。我每天晚上10点就回家。真的吗？你没有去夜店啊？夜店。我没有去，然后交男朋友跟我爸爸结婚。自己讲的都像。信一个鬼！真的。哎，我们今天我们带你们来明洞，今天走 ，OK？ 你看人家讲瑶瑶放半夜啊。真的。1/3而已。我没有在这样看嘛，我就看一直看那边。我现在我的脸呢是看这个地方。这边看没有没有，他看这里，他看啊对，来他看这里这里啊，讲话好做工啦，做工，来来 ，everybody 有看到大家了 ，Christina 都有看到啊，呀台湾各位 open mind 的，你看啊，他们讲啊台湾的女性比较开放一点，对，比较思想比较开放，对，是的，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哦，真的，今天20应该26吧，现在应该都还有快白天26度，然后基本上是不需要穿外套，太热。我刚才下午都可以，我刚才下午都可以穿短裤了。对，而且我基本上，这么这么没这样啦，人家要弄东西，走开先，好好，那我也来啊，对，拖 OK 啦，没有你来这样子啊，哎，不行啊，不行，有点冷，不是你看站旁边这样子。哇老诶，
走了，毛虾妹，走了，我们去买东西啦。我要吃鸡蛋骨。毛虾妹，我们去买东西吃啦。可以，好好，我们买东西吃。我要喝奶，补奶了。人家，刚才你们对人家在那边看，放在两个人的来。大家那个有来看这个是新开的吗？我不懂哎，新开的。什么什么来的？这个对，很可爱的新开的一个。是吗？我跟你说啊，这个我叫拿去买菜的了，那个。不到一个礼拜，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鬼来的。韩国非常红的一个品牌，然后品，韩国非常红的一个品牌啊，对，一个品牌，就它里面呢，它有威哥，好了，什么 fashion store， 然后有非常可爱的东西，就是可能像是有一些什么居家用品啊，可能像是什么海妹，什么海妹，是吗？哦，海呀海呀啊。而且重点是他们找的店员都又高。你可以吗？这种，其实可以。这种，哪种？有，这种你可以吗？有。OK。哦，你可以啊。你讲讲，一站过去，然后看一下。哦，你们就是喜欢白这种啊？没有啦，喜欢。我跟你讲，喜欢，对，不是喜欢白。啊，是喜欢高的哦，比较喜欢高的，高的女生都没有办法抗拒，无法抗拒。好了，我们逛街，是的吗？我们走那边呐，走那边哦，你看看那帅哥。聊，我给你们看今天明洞的人啊，他谁的呀？这个好像游神啊，好像 JB 的游神啊。今天人好，帅人很多，今天真的很多人。基本上啊，街上全部啊，我觉得啦哈，那个除了游客多，其实韩国的本身很多。也韩国人本身，我喜欢吃这个 brand， 这个 brand 的豆啊，很好吃。英英那天买一包给我。我们还没有吃晚餐呢。好了，去买啦，反正今天老板给40块吗？才40块啊？40块而已啦，没有办法啦。James 啊， oh、God, 啊要特别讲 James 啊， 啊 James 给40块。给你来买明洞的那个水 food， 哎，过，哎过，你的猫线，猫下面，刚那没摘嘞，你啊，等一边走一边在摇嘞，妈的，等一下啊，我调一下，手力 ，OK， 来走，韩国你喜欢吃什么？韩国的什么？我喜韩国香肠，血肠，什么？顺德的，你没有吃过吗？里面有，你是在讲韩国话还是台湾话？血肠，血肠，血，流血的血，血，血肠，什么肠？然后肠，大肠的肠，对，牛的吗？还是一条这样？好像这边好像有，好像，对，那我们去找。啊，你喜欢吃那个？哦，赛博可以吗？可以的。先帮我们分享。没有。两千人，继续。大家喜欢吃什么？40块买什么？不要这样啦。啊，40块有啦，买最多买两样哦。猫下面你要买什么就吃啦，今天老板请。啊。哇，请给我垃圾。哦，垃圾叫你不要乱扔。为什么要说请给我垃圾？不要乱丢。他们都翻译就都翻的不是很好。哦，请给我垃圾。哇。很多人问 Apple 好吗？问你，我大家都我姐姐宝宝了嘛，对不对？哦，你哎哈，我姐 Apple 是你姐姐，我姐姐，哦，生宝宝了，哦，很好。你姐姐要说，来，我们走，找到男朋友以后再说了。哦，找到男朋友啊？你建议身高没有比你高了吗？然后有两个孩子了，那家庭要是他们太幸福，我不能去破坏。我不是第三者，我要去破坏人家。我老，你看后面我拍两个，你看一个天一个，真的，喂，没有，我讲身高，我讲身高，毛下面我讲身高，你的腰是腰的不明显，其实你看人家的腰，对的，对的，走，没有比较，没有。刚才你别就跟瑶瑶讲，你敢放我就敢看，我你别跟他，你不要笑门头，不要笑门头，没有，我没有在笑，这种就是他们 OK 吗？他放我就要看了，真的。我也是放，为什么你不要？不用，我们继续走，我们继续走。我也是放，为什么你不用。他没有办法，他看鲜鸟，看了两年鸟。看两年鸟都是看这种，难得。看到了，妈妈，我不想再看了。的确是有差嘞，真的嘞。啊？是真的有差嘞。没，你看，很高嘞。你看，我给你看多一次。等一下，这么
有没有？我现在是。你没有，你还是没有。他就有。然后我不要叫你的有吗？没有，你这个好像长短脚。小姐，你的腰是直掉啊？你帮我拿。我也很细吧。小姐，你是你的腰受伤哈？怎么你走路这样？对，我腰不平。哦，还是你的脚不平？腰酸吗？那就。前面有擦吗？有吧，有吧，有擦吗？哦，等一下。有长一点点。这个有点酸。好了，还有你的脚也是很酸。人家熊渣不？人家一直，你看，人家一直回头看你们呢、啊。毛虾妹皮骨翘翘，还好啦，她翘起来就翘咯。哎呀，哎呀，有啦。有点不明显。OK， 好，来看一下血糖对吧？哎呀，买咯，买咯。买。买这个多少钱？哎，你可以买十个，因为你有四十千。来，你改工啊。哎，对不对？我不要你吃。我们这样，给加买。因为那一直会有那个气势啊，它会喷出。嘘，你也要讲啊。就是蛮肯穿的哟。就可以跟你讲是那个台湾那个瑶瑶。啊！哇！你再问多一次。你问多一次。台湾的瑶瑶。哇！你韩国人？中国人就是。哇！哦。也看台湾综艺看到。哇！真的哦，他真。漂亮很多，对，我跟你讲，鞋可是，所以啊，身，他身材真人也比较好啊。可以，他有红。去，可以吗？妹，你要问他可以吗？可以吗？可以。OK， 拜拜。可以。哇。会不会有一天人家也是想，哎，你是那个毛虾妹吗？哎，你真人比上直播还要好看耶。来，拍照，来，我们走。来。熊你输了啦！当然啦。对，等他一下，等他。哎，好。直接麻掉。哦，还有一个变装。对。哇，来继续帮我们分享2300多个人。所以这个我们是什么七星 cast 的？对。来，慢慢来，不急，慢慢来。希望棒。什么来的？10元面包。哦。我也可以进去拍照吗？我是东马的。你不用了，哎，出来。出来，这边人太多，不然我一脚拉你了啊！我再给你来，你们拍，看那边，不要看我这边。哦，嘘，哇！你看，哎，他身材真的是不一样，那位不会照，想不让人家拍照啦，哎。不懂。毛佳美，等下你自己去看啊，比什么嘞？我只可以讲什么？比一个卡模啊！哎，我前两天看那个台湾综艺，看到你，你不要笑，我跟你讲，等欧巴出来的时候，来，这个是什么？真的吗？对。哦，没有 ，OK。通常要怎么吃？这个很像马来西亚钱一毛钱嘞。真的吗？就是那个韩文。哦，韩文。哦。哇。好吃啊！哇，这个是 cheese and custard。你要吃吗？这个啊，哦，你喂我啊 ，OK， 加，进来，我进来，对。我问你，来，我问你，哦，包了，包了，我问你，包了，一口，好吃，来，你看他嫌弃我养羊，我在养这个是什么？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啊，所以对比哈，我被比下去了，我们继续走，哇，很多人呢，你看，好辛苦的。哦，哇，哎，等下啊，等下我们迷路啊，我跟你讲。不会，我知道路。哎，真的好吃。来，我喂你。没有包了。我喂你。谢谢你的好意。我问。OK。啊，喵喵喵，好吃，
嗯，好吃好吃。我喂你，我喂你，我喂你，你这个叫敷衍我嘞。我不要，我喂你。哎哎，我喂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饱了饱了，真的不要。我喂你，啊妈妈妈，我哥哥，我刚刚吃麦吉米耶。OK 啊。哦、今天真的很多，很多真的很多。你还没回料吗？你看每个人来这边都是拿这种行李。讲真的啊，我没有什么恶意啊。这么？你要讲嘛？我觉得这种拿行李特别顶人家的胃。什么意思？因为他们讲啥？啊，很挡，很挡路。因为他们要搬货。我知道。他们来这边哦，就是专门搬那些啊，他们要带回去。西北难吞的，胃难吞的。你这么贪吃，你还这么瘦，哎呦我的天哪，我要自我检讨。你看，结果伟雄吃最多。没有哈。哈，哇，很干哎、欸。真的很干。真的很干，看来很干很干。饮料。看一下还有什么？来，我们去看前面。饮料，看一下哦，我来看一下哦。这个是饺子。奶，喂，没事，是你弄到还是他撞到？哦，太多了，人太多了，没事。他撞到掉，我骂他了。不要，你看一下哪里？好像没有饮料嘞哈。我要找一下饮料。这个是马吉。啊，马吉啊？对，水果的马吉，这个。马吉。水果的马吉，瑶瑶会不会和 Apple 一起做直播？等他做完业再来讲。他做完了，他现在还没恢复。对。他要等。哇，还叫你做阿姨了。对啊，好可怕哦。长不大了，个小手。没有，真的没有饮料哎。没有。好了，隆重加哎，韩国人边啉醉啊。我嘞。没有啊。哎，这个什么？对啊，这个 marshmallow ice cream 哎。对呀，很烤棉花糖。这么你全部都懂啊？我很台湾。台湾有吗？台湾。哎，台湾好像现在有几家店有卖，但就是从韩国那个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好恐怖。这边哎，我走回去，在那边找水。哦，我跟你讲，去对面的 Seven Eleven， 因为我们对面有 Seven Eleven， 然后很冷的、热的、白开水、牛奶全部都有，又便宜。白吃的。啊。等一下，那个地方是free水的。哦，对。快点回去。我们刚才吃的那边是免费的白开水。它的饮料是免费的。对啊，然后人家讲我尿了，我跟你讲，人家一定讲我尿了。我跟你讲，他才给我们40块买这个10cent的东西吃，然后还喝白开水，然后喝那个免费的，真的很大嘞，真的很大哦。怎么那么大哈？我也是不懂哎，人又会软软，没有嘴嘴这样呢。哎喂，什么嘴嘴你？啊？什么嘴嘴？没有软软这样。软软，你可以用软软这个词语啦，可以用软软啦。它是真的，因为如果对如果做的话，它不会硬这样啊，它是硬邦邦的啊。我是用我们的孩子的，没有在讨论你的，我们在讨论你的 F， 不是我们在讨论世界足球啊对，讨论世界足球。哎，世界足球是这样吗？我就很不明白喽，为什么？因为瑶瑶前男友是韩国人啊。对啊，真的没？他偷到酒，开过多久？4年半。哎，人家不是讲韩国比较。我帮你拿，来比较渺小 ，OK 吗？还可以啦。我自己是觉得还可以啦。哦，他要求不高。技术比较重要，技术。没事。没事，没有，可以说的，可以说的。他不会看我们的直播的嘛？不要讲，不要讲，反正还可以，过得去啦。如果真的过得去，结婚的啦，就是因为过不去啦，所以换朋友了。没有，讲真的，每个男孩子，你们现在在看的也是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的。对，我你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的话，你就不是男孩子。对，真的。我也是会有这种想法哎。你看他都会这个笑哎。我很好奇，通常韩国男生是不是比较笑笑的？哎，我们哦。不是啊，没有，他们讲说我今天有一点涩涩的啊，没有，跟我老北一样，没有办法嘞，没有办法嘞，因为我们是跟台湾女生嘛，对不对？台湾女生是比较开放，对，要问敢敢问，因为这个又单身可以，对呀，好像熊熊有老公在不可以，不方便，对不对？没有了，哎，想不到你们还是有一点道德的呢，真的有，有道德观呢，啊。所以你跟他交往4年多，对，4年半。哦，你们是那个叫什么啊？异乡？没有，我们住一起。哦，他在台湾。异
人，就是走路一人哦，不是一人，普通人。哦，啊，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啊。然后我们也是普通人啊，我也是普通人啊，我很普通哎，又没有腰，又没有胸，什么都没有。你还是找好处比较好。你不要这样子嘞，不能，对不对？来啊，哎，各位，这个我现在爬上去快一点啊。啊啊，你们不要闪，等下我要问瑶瑶关于她的私生活。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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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瑶瑶可以吧？现在要一路爬上四楼啊！ Okay, okay, okay. 哇，凶啊！这个，这个地方没有，我要投钱叫他坐电梯了。我是西北川。你爬了几次，你就要人家投钱坐电梯给你？现在二楼。哦、一楼上二楼啊，二楼上三楼啊，还没有到啊。还没有，还没有，坐下先。哇。所以瑶瑶，我等一下可以问你私生活的东西吗？我想一下要不要回答啊？可以，没有问题。啊。这个私生活的问题是很简单的，放心。可以选择不要回答。什么？哎呀，我来拿了，我看你不行的啦。你看，哎呀，我的天哪，才多少岁的男人，才上那几层楼梯，就那边喘了。来来来，真的，我不懂为什么了。你看，你先上去了。我不喜欢体力不好的人。啊，是不是？你看，不喜欢体力不好的男人，才跑两层而已。我没事，没有。通常我的体力是晚上才上才来的。有点卡住，开 WiFi 了没有？啊，开一下。开了没有？开了没？开了，等了。开了哈 ，OK。不要讲，不要讲他，我自己都有点喘。等下。哎呦！哇，电脑键盘都要吃完了，好可怕！居然要吃完了。我来跟你讲。是真的很惨，是真的很惨。现在还会卡吗？哎，这么没，你给我还那 WiFi 一下。应该开了就 OK OK 好 OK 了 OK 退去等一下 OK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等一下哈我看一下哈来继续帮我们分享下先分享分享我要问瑶瑶关于私生活的东西哈哈可以问吗真的真的因为据说韩国是懂吗对不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不懂啦听说什么东西听说人家说哎，如果还会 blur， 你出去再进来就 OK 了。对对对对对对。啊，等下出去再进来就 OK 了。OK， 那现在这个灯光。OK OK OK OK， 这边很美，这边很漂亮。很美吗？这边很漂亮。对对对。这边漂亮。现在下了吗？很美。可以吗？嗯，可以。但我的，好，可以了。我真的是等不住。等下，等下。你可以脱了啦。待人数多一点的时候再考虑一下。因为我旁边看到它的厚度是这样，不用紧，我帮你们看了。现在这个人数，来我先压下去，可以可以。它的厚度是这样 ，OK OK。毛小美起身了 ，OK。毛小美，毛小美，毛小美，你看我在旁边看的厚度是这样的。那个是 span 来的。啊，你的 span 啊，再厚一点。那个是这个应该是奶头。你的奶头了。OK， 脱完了。奶头了。哎，瑶瑶，嘿，我跟你讲。来了，没关系，我现在要努力赚钱。我哪里知道下次来韩国的时候，你看我突然不要啦，不要去了啦，不需要啦，我觉得不需要啦。为什么？大一点点自然就好啦。啊，自然就好。哪现在又讲自然？刚才又讲不可以啦，不可以啦，天生的不一样呢，人家天生的。你怎么知道我是天生的？因为不是你要我讲，因为刚才我看你走路会跳。这个架子还可以这样子一直看看看看，所以你知道我的眼力有多好吗？有啦有啦，嗯。OK， 好，现在我要问瑶瑶一下。哎，瑶瑶，我想问你一下，你上一次交男朋友的时候是几年前？上一次交男朋友是几年前？就是这个是2018年。2018年，18吗？很久了嘞。2018年，所以18、19、20、21、22，对吗？然后现在4年半，对你空了几年？你空了几年？现在？什么是空了几年？空了就单身，单身。等下，难道我算错了吗？因为我记得我分手已经快2年了。哦，分手快要2年了。对对对，但好像不对哦，因为我是18年，你有记错男朋友？这样才3年而已吗？21啊，对对对，22。错。23、24，哦对对，没错，差不多。
啊，对呀，八九十十一十二，对，总共现在六，对呀，对，没错，那没错，那没错。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跟你上一个男朋友那个是韩国人，对。哎，没有，你有没有觉得韩国男孩子都比较高？真是，男孩子这边的男北人嘛，算是东北，对，说他们男孩子比较高，所以你跟他沟通是用华语，哇，他好，中文好到爆炸哦。我以前中文，我不怎么会，我的中文一直很好。我以前韩文还 OK， 跟他交往之后啊，他会韩文越来越差。因为他的华语，因为说中文啊，因为说中文。哦，哎，他会一点，他瑶瑶会一点韩国话，所以他都有来这里。哎呀，那这样，瑶瑶哥。嗯，哦，所以叫的崩，他叫的下崩呗。瑶瑶哥，你教我噻。哎呀，那这样，小能。有一米三，长高了哟，太长了，太长了。哎呀，我先讲前面那个啊。哎呀，哈塞哟！我才第一句，你给我连下，没有。第二句，韩国男生都这样讲话，软软的。来，第二句，第二句。好，我再问一次，你看我播放吗？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呀，哈塞哟！OK， 第二句，第二句。那你要简单一点，是不是？简单，直接。汤加我哟，好。汤加我哟。汤加我哟，汤加我哟，汤加我哟。哇！哎，想打人的打上来，想打人的打上来，想打人的。我觉得我不可以。啊，你要还是哟？汤加我哟。不是，我不是走这个路线的。哎呦。后面优就对了，就是结尾一个优就是了，你前面要什么都可以。Money 是谁？哦 ，Money 是谁哟 ？Money 是谁哟 ？Money 是啥啦？你讲啥啦？啥啦 ？Money 啥啦？是谁哟？那你听，你注意韩国话，最后你关哈就是优就对了。OK， 再来，不会前面乱乱蹦。来，再走。Money。沙拉苏塞哟，马尼沙拉苏塞哟，苏塞哟，我哥哥姐姐哟，说哪里？讲华语了，讲华语好吗？讲华语比较好。讲华语了，讲华语。Hello， 大家好。啊，不好意思，我不是走这种路线。比较好，这样比较好，对不对？我还是正常一点呐，对不对？对。这样我觉得啊，苏塞哟，我觉得我还是祝福呗。不行，还是瑶瑶哈厉害。刚才这个是谁的帽子？这个是你买的，很水。他的。不是我的，是这个。本来我看他戴帽子，我会。你也戴是？他的。我就问他们，哎，里面有帽子？这个有钱的，这个好像贵的嘞，这个。这是什么牌子？什么？这个夏雨在旁边按电脑，那个夏雨他是就现在做过时间来的，他做工不是因为赚钱，我来。他做兴趣的，是不是？真的吗？是啊，怎么？家里有钱啊，对啊，所以做兴趣的啊。做贵真的，我说爸，你要不要靠啊？啊，不，哎，麻辣烫是谁啊？我是有钱，买你烧烤有钱的啊，真的。听讲他的家住在周杰伦楼下。啊，真的吗？你开玩笑你？你开玩笑啊你？真的。嗯。欧巴。欧巴。哈哈。不要讲，好了，冷静，开玩笑，所以刚才讲到什么？我昨天我不是讲到我的脸一直破皮，对，然后我不敢查那个东西，看的脸好，真的很可怜。没有，因为说真的，因为昨天他真的很可怜。昨天他就是对，他怕有安度，他太害怕了，他太害怕了。不然这样啦，瑶瑶啊，给你一个工作，是吧？给我一个工作。你用这样子，哎呀，嗨，行喽，啊，去。不要，等一下，我当场了。这边冷清鬼狼啊！你笑啊！等下我老爸老母有我老婆全家人在看。等下我要去台湾工作，专业一点呐。因为你看啊，这个容易，我今天穿的裤这样拉的，直接脱就是了，不用扣，直接上上。哇！要专业，来专业啊！没有啦，其实是这样子。OK， 那先把它分享起来。对啊，继续帮我分享。对，继续帮我们分享。我昨天要用的是什么东西？对，这个东西我一直没有跟人家讲。武器。
OK， 其实是这样子，因为上一次呢，王雷他卖过，然后他爆单爆到不行，大爆单，那一定很棒的东西、啊。对对，所以现在呢，他的儿子就想说，他拿到一个升级版的。哦、okay? ，所以这个升级版的呢，来先涂一下，因为你的脸真的很干，我给他们看，你拿住先，我给你们看先啊。用后面你对，你看这边，对我先给大家看先。皮了啊。OK， 你不要动啊。来，尤其是这边，这边都是干的。伟雄，你的那个，我一天没有擦而已嘞。糟嘞，男生你要好好保养。没有，再加上是什么？因为现在啊，我们韩国的天气很干燥，又冷又干燥，所以难免你的皮肤现在会脱皮是很正常的。OK， 所以来各位朋友来了吧。现在我要好好的介绍这一个产品。OK， 所以我知道大家。OK， 不是，没有，有人你不要这样啊。七烧，他讲说有人叫那个高的女孩子跳五下，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因为等一下我不会有做工。因为我跟你们讲，怎么样可以让我跳五下？要是我们今天爆单，我心情太开心，我就会欢呼。OK， 帮个忙，各位帮个忙，十下，我要看，我看现场更好看。重点他跳单，他跳舞啊，应该是那两粒在跳，不是他在跳。他这样摇五下。对。我要很用力的在跳，我的都还没有动，他跳一点点就很动。因为你的 span 好聊啦，不要这样啦，很过分啦。OK， 这一支东西是什么东西？来 ，OK， 大家都知道。OK， 我先问在线的各位朋友们，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王雷有卖过这一个牌子的这一个什么？就是我们一支支里面的 serum 有没有人在用？如果有的话，来大家给我一个好评，好不好用？今天我要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个产品。OK， 来。听好啊，各位朋友，我相信每天你们在家里 ，OK， 我们女人啊最怕是什么呢？皮肤很干，皮肤很黑，皮肤很暗，所以你就会用很多很多的产品往脸上涂，往脸上涂，对不对 ？OK， 今天女生的都永远离不开美白，美白，美白。补水，对哦、提亮，对不对？所以你就会买很多的瓶瓶罐罐。哎，这个是美白的，哎，这个是补水的，哎，这个是提亮的。哇，一个人用了三，用完没有用完这一支，擦换，又用这个，擦换，再用这个，开，擦。对，所以今天不用了。OK， 听我好好的介绍先啦、啊，来，各位朋友。这一个呢，今天我要好好的介绍它，因为它是我们一个澳洲的进口的护肤品。 OK， 所以今天它是一个医美级的啊，听好啊，不是普通你在巴沙马兰可以找得到啊，它是医美级的。 OK， 所以它里面呢是这样子一支支的，这样子的 Ampoule Serum 在里面。听好啊，今天我是 all in 的。什么叫 all in？ 你不需要去外面买瓶瓶罐罐，美白的美白，补水的补水， OK， 或者是提亮的提亮，不用。今天我全部 all in 在里面给你， OK， all in one 在里面。所以你今天听好，很多人现在的皮肤，不管你是干性、油性、敏感性，或者是很多痘痘的，你今天跟我用起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成分，没有添加乱七八糟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你放心使用。听好，这一个我敢跟大家担保，等一下我会好好的介绍。我先跟大家担保一件事情，这一个你每天跟它用起来 ，OK， 它是这样子一支一支的。你每天早，你不要靠那个桌子哈 ，OK， 每天早晚跟它用一支，不要省 ，OK， 为什么？因为你的脸很贵。今天你不要告诉我说，毛小妹，你卖这个东西讲到这样好，会不会很贵 ？Sorry。再贵都没有你的那张漂亮的脸贵，对不对？所以你的皮肤、你的脸是最贵的。今天我不卖你贵，我给你最好的价值在里面。听好哈，今天这一个可以帮助你七天里面去黄。很多人的皮肤，哎，外面看的时候哇很美嘞，这个毛小妹打光嘞，嘿，然后啊，重点是一卸妆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哎呦，哇，杨蕾这么这个女孩子啊，脸这样黑这样暗的，对不对？然后不然就是皮肤很多那些黄褐斑，对不对？啊，这边一掉，哎，这边一道一道一道，不然就很多人都会问我，毛小妹，为什么你的皮肤这样美？你到底哈、哦、怎样啊，可以帮我找那个祛斑的产品嘛？我天天去做 laser， 我天天去打针。都没有用 ，OK， 来，今天告诉大家，对，有人说，涂了过后就跟瑶瑶一样吧。哦，没有，但我跟你讲，我在旁边看，毛小妹的皮肤真的很亮。我已经30岁了。哇，那真的皮肤对，很多人就想说，毛小妹30岁了啊。你关，你用重点不是看起来几岁，重点是你的皮肤像几岁 ，OK？ 来，听好啊，今天这一支里面我。
我先告诉大家，它里面有叫做传明酸。OK， 什么叫传明酸？传明酸就是呢，它是医美级里面每一个产品里面都有用到的成分。它可以帮助什么？你会发现到我们亚洲人出去晒太阳，去泰国一下子一天没有做好防晒，甚至做好防晒，你会发现到为什么我变黑了？为什么我变暗了？来，因为我们里面的黑色素呢很多，所以这个是帮助你减少你皮肤里面的黑色素，可以帮助你做美白。今天很多人的皮肤上了年纪会有那个黄褐斑，对不对？来，今天你也用这一支。很多人讲说，哎，我的皮肤很敏感，敏感可能是因为环境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你用错产品，可能是因为你是天生的。来，今天你用这一支，如果你用了还是敏感，你一用敏感，我退钱给你。OK， 这一个敏感肌肤，我敢拍胸口跟你讲，绝对有效，不会敏感。一定、okay? 为什么？因为我的是 敏感肌肤，我在用那个不是升级版的，因为这个货还没有到，我用不到。OK， 因为他们来不及生产，还来不及，我在用旧的。我坦白讲，以前我的脸两年前是西北黑，更黑。现在已经提亮了很多，我常年都在用这一家的。对，尤其是男生，你洗好了脸过后，你就直接跟他用起来 ，OK？ 就连我们的资生堂呢，他也是用我们的这一个，就是传明酸 ，OK？ 所以这一个我等一下讲完了，我就会报价钱 ，OK？ 听我讲先啊。是什么功效？用来就什么？对，我要知道你今天花钱给我，你到底买的东西是什么？我不要你花钱给我，你只是因为 support 我们，然后乱买。对，然后你用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效 ，OK？ 所以这一个敏感肌肤可以用。你的皮肤很容易泛红的，皮肤很薄的 ，OK， 很容易发炎的，很容易长痘痘的，你跟它用起来 ，OK， 所以再来，还有第二个就是烟酰胺，烟酰胺大家都知道 ，OK， 也是帮助美白的 ，OK， 所以对烟酰胺有 ，OK， 传明酸有，再来就是13种的植取的这些成分，天然的都在里面 ，OK， 所以它的设计是这样子的，一支支的，这个是几时用？我先跟大家讲，你洗好脸了过后。你涂好拖呢 ，OK， 你不需要再用什么瓶瓶罐罐，美白啦、补水啦，然后又用这些欧吉巴啦、瓶瓶罐罐，这些不用用了 ，OK。所以今天你就用这一支，这一个我的设计给你，我跟你讲，400多公，就这样子啦。你打对，你就直接跟它打开来，你不要省 ，OK， 你不要省。有人问会不会粘，根本不会。哦、你看刚才我已经去勾了啊，这个是勾了。对，完全不会。要。对，完全不会粘，完全不会粘，还是不会油，不会粘，不会 sticky。这一个，如果你用了粘退款，你用了 sticky 退款。啊、不 okay, 不是，没有，他讲他阿哥讲他包完后，我喜欢。我吓到，哎，你们两个可以不要在我面前秀恩爱吗？好两口了吗？嗨哟 ，OK。所以这一个呢，它是这样子的哈，它的设计呢是一支一支的 ，OK。它会保存它的这一个呢，新鲜度，还有它的活性更好。所以呢，它不会就是说像你一般上你外面用的这些 serum and pill 这样子 ，OK， 一大瓶不是，开了它是直接这样，它不会 oxidize, 对，它抗氧化，它不会氧化，所以它这样子一支是 1.25 ml， 是刚刚好用完整。之脸好不好？所以它是独立包装，不会那么容易被氧化，而且是持久的。再来，不会容易摔破。今天你拿去，它也不会坏。而且它用的是塑料，我们出国，比如说我这一次来8天，我就带8支，就这么简单。哎，不会卡啦，李明，我们这边我看不会卡。如果会卡，你出去再进来。进来，家里的那个网络、是的，所以这一个呢，你方便携带，你出门去几天，你就拿几支就好了。OK， 来，听好啊，今天这样子一怎么卖？这样子整瓶，这样一瓶一罐。20支，一罐有20支这样啦。你早晚跟我用起来，洗好脸用了头呢，再用这一个。听好啊，我再讲多一次啊，你不要等下买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啊。美白蛋白，美白蛋白，保湿补水，美白蛋白，看，OK， 来姐，美白，Action。美白蛋斑，你需不需要？如果你需要，你用它。你今天皮肤很干燥，想要保湿锁水补水的，要不要？要，你用它来。今天你想不想你的皮肤亮一个度的，看起来你的皮肤很亮？想不想？想，你用它。所以今天全部 all in one 在里面，这样子一罐里面20支。如果你每一天你用2支的话，就是早晚的话，20支可以用多久？
二十只就是二十天哦。早晚的话，早晚的话十天。对，如果你只是晚上用，你肯定有你自己的 serum and pills 可以，你可以餐餐来用。我是每天晚上用， okay? 睡前用。对，你可以早上、晚上或者是晚上 ，OK 都可以啊、嗯。所以这样子一瓶一罐，二十支，一支是1.25 ml。来，我的板在哪里？板子上板子，有人讲说要看那个啊，它吸收能力啊，对对对，给人家看，大家看一下下，我直接把它挤在我的这样手臂上，对，先给大家看一下，可能会担心说会不会不好推，来给大家看，现在非常的舌尖，它的水溶性很强，大家放心说它用了会不会粘，不会，因为它的分子很小，当你触碰在你的皮肤的时候，你会马上的吸收，而且马上的就会干了 ，OK， 吸收在里面。放了这个你的那个防晒还是要擦，你防晒还是要擦，要，因为这个不是防晒 OK, yes, OK 好，来我跟你放一下、欸、要给人家看这个、啊、我们给他们看这边先上价钱啊、忙下面先上价钱的啊，价钱先上价钱，所以我刚刚讲的那几个重点大家都理解了哈 OK, 所以美白淡斑，先美白淡斑你不用去做雷射浪费钱，你用我这一支七天里面，我跟大家保证一件事情 OK, 来七天里面我跟你保证一件事情，七天我可以帮你去黄，不管你的皮肤今天是什么黄的什么程度，我可以帮你去黄，你拍照但是不是马上变白哦，对，但是七天你肯定会看到效果，会一定会，肯定不会那么黄，一定会 OK, 你一定要拍照来，28天里面你的皮肤你会看到整个会发亮发光，就好像我这个我用了长期我在用，我你们去看我，如果知道我2年前刚刚出道的脸跟现在的脸完全不一样，出道、啊、你要去我2年前出来做直播的时候脸不一样了，出道西北黑 很难看的，很暗很暗啊。OK 来了，价钱今天怎样卖 ？OK, 你先听我讲啊。今天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我们卖，我们是四罐，对不对？四罐78。四罐78，对不对？对。OK, 倒反。等一下。四罐78，之前而且这个是升级版。对，升级版，啊、对，没有错，升级版啊。OK, 啊 ，OK, 升级版啊。OK, 裙子对不对 ？OK, 对的、啊、，OK, 对好来。要的话，今天听我说啊 ，OK, 上次你们买过，你们知道很好用。今天我们的货来了，我们的货不是上一批的旧货，我们全部是提升升级版的 ，OK, 更懂的。你如果上一次你用了你喜欢，这一次你不要错过，你一定要买我这个升级版 ，OK。所以今天我一样也是给你四罐 ，OK, 一样也是给你四罐啊，听好啊。上次四罐我们是卖78，没有错的话。四罐78块。78对不对？今天来，你们帮我算一下哈、啊。今天呢、啊，我给你升级版。啊。升级版。我给你保什么东西？七天里面肯定你会看到去黄，28天里面你会看到你的皮肤变亮。提亮。然后重点是，你如果用了，你发现用完整罐20支，我发现我的脸没有亮呢。用完这个，这样一罐用到空空。用到空了啊。你觉得？我的脸没有亮呢。没有效。我的脸没有笑嘞。怎么办？我们退款，全款哦！你今天买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全款，这么大吗？全款来了，去了，将卖。今天帮我打上 J6 加，你加一的话，你会拿到4罐。4罐。今天我只卖你多少钱？来，各位朋友，今天我只卖你88。88个。你拿到4罐，一罐里面20支，2468就80。80支。80拿来除以88，一支才多少钱？1块1毛。Very reasonable price, 真的要的话，大疆现在打上 J6 加一，四罐卖你88，之前没有升级版是已经卖你78，这个升级版卖你88。对，是还可以试用一整罐。我坦白跟你讲，讲真的，你外面买啊，这个一罐啊，你去那个你们买啊护肤品的，你买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效，可以退吗？不行，你慢慢去等。这个你用完一整瓶20支没有效，你拿回来我们退还给你。所以今天你给我们这个88块，赶快去加上来哦！我给你的就是有一个保证，今天你在外面不管你去买什么大品牌小品牌，他没有保证你说，哎，你用了一罐，你用完了过后，哎，没有效，退款没有，你在外面根本找不到。所以你在我们的平台，今天你跟我们买，我就是敢跟拍胸口跟你说，你今天相信我，不要花冤枉钱买很多瓶瓶罐罐的东西，今天你就买我这一罐东西 ，OK？ 这个是澳洲进口的一个护肤品，如果有用过，一定知道它的好 ，OK？ 所以它是对，它是有口碑的，所以美白淡斑。
然后最重要是补水保湿，提亮你的皮肤。今天你报打上 J6+1， 你会拿到4罐88。毛下面给你们看一个比例啊，对，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而且这个是那个产品，它很有 confidence 的。Yes，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先啊。OK， 来，今天我哦 ，sorry， 今天我跟你们讲啊，我们是有见证的。OK， 28天，我们可以帮助你呢换白你的灯泡机。OK， 你会发现我们是有认证哈、啊，各位朋友，28天里面它直接亮到2.3度。OK， 2.3度给大家看，很多人的皮肤是黑黄皮，会比较偏暗一点点，因为我们亚洲人。今天你用了我们这个产品28天，你给你的皮肤一点点的时间，28天，你会发现到它直接去到 8.5， 就是偏白，白到2.3度，对，它会慢慢变白。 OK， 所以最重要是你看啊，我们的有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个实验。 OK， 使用前你用的粉底是比较偏暗一点点，但是用了我们这一个过后呢，28天，你的这一个你看用的那个粉底 color 是偏白了一些。 OK， 所以理解吗？所以今天来各位朋友，有人加吗？我这边是看不到的哦。comment 我这边也是看没有，我这边是完全看不到的、啊、我这边 comment 也是看没有。 OK， 今天我不要你花冤枉钱，你相信我。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我给你这个88块钱，你买到的一个产品 OK， 是我可以跟你担保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医美级的，听好啊，医美级的啊。 OK， 所以很多大品牌里面都有的成分，只是我不方便说出来。 OK， 可以啦，直接讲什么神什么水神仙水啊，那个 SK 什么的那个 S2 OK， 里面它都有这一个成分在里面。 OK，今天我告诉大家什么人可以用。你会发现到现代的人很多人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熬夜。有没有很多人不睡觉，对，都在熬夜。熬夜会造成皮肤什么？很暗，衰老，很黑，很干，尤其是像这个这样 OK， 很干。88是心病啊，不是麻痹啊，麻痹我走了啊，是麻痹啊。 OK， 麻痹我连心病啊，连底裤都要脱掉了。对 OK， 是心病啊。所以今天你熬夜的你用起来 OK， 因为它可以帮助你什么呢？你的皮肤发黄啊，全部啊，它都可以帮助你减少你的皮肤里面的黑色素。 OK， 所以今天还可以什么？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很怕说在外面买护肤品，我用了过后我的脸很痒，不啊干吗？没干，诶，干还是没干？不干啊，还是什么？来，你就放心跟我们的平台买。今天你用完一罐，你真的是用了一两天，哎呀，不行嘞，毛小妹，你讲到这么好，我用了还是很痒。目前我们上一次跟王林卖的时候卖了3万多罐。哇，3万罐！罐哦，罐哦，听好哦，3万多罐，没有人退，是说，哎，我的皮肤敏感，真的到现在没有人退。Darren still sensitive skin 都可以用，对 ，OK， 这个也是包邮费了吗？88是包邮，全部包在里面。马来西亚会有一个西马会有多一个8块钱邮费。对，如果东马的朋友呢，你 PM 我们 ，myself is sensitive skin， 我自己是 sensitive， 如果 sensitive 的话，我就不可能会用这个。对，因为为什么？我先跟大家讲，它里面为什么呢 ？OK， 敏感皮肤的也可以用，主要是因为它里面有13种的这一些植物的萃取在里面，是非常天然的。所以当你的皮肤泛红的时候，或者是晒伤的时候，你就跟它厚敷，好不好？你是这样子一支支的哦，给大家看一下哦。OK， 不管今天你是肌肉卫生，不要动桌子。OK， 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斑，听好。老人斑也好，黄斑也好，黑斑也好，斑点都好，全部斑在你的脸上是非常的可怕。所以今天你就跟用这一支起来，每一天早上洗了脸，涂好托呢过后你就用它。 OK， 一支用完不要省，它的水溶性很强，那你抹开了过后你会发现到它的分子非常的小，它不会很难吸收，也不会涂了过后呢它只留在你的表皮层，它会完全的吸收在你的皮肤里面，好不好？所以重点是可以帮助你抗氧化、yeah， 你会发现你越用越漂亮，越用越美。今天88块钱4罐，每天慢慢涂，不会长肌。80支拿回家试用，这个我只可以直接跟你们讲，可以拿回家试用。如果不，如果来剩下最后30罐啊，最后30罐有没有买？之前买108。
有人说之前买108，不是我们这边，他们在外面买，在外面买一罐要需要108，而且是台湾的爆款，要托人家去台湾买才买得到这个东西。哇，我的天哪！今天我告诉你，你不用被人家看。最后30了啊！等下你Amy，你要让我知道啊，因为我这边完全看不了那个数据，根本不，OK？所以今天你不需要花108块，你今天花88块拿的不是一罐，今天你花了88块是拿4罐，我还可以帮你包来回。如果你真的用了不适合，你不喜欢，我们任何条件都接受。Yes, this will be a long-term product. 这个是长期在卖的，用完回来找我这边买。对 ，OK， 来伊拉蛋讲说晚班可以用吗？可以，晚班啊，可以啊。更要用，为什么？因为你在熬夜，很多人在熬夜的时候，皮肤不管你吃再多的 supplement 也好。OK，你都会发现你的皮肤很暗，来，今天你就用这一个就对了，这个，而且没错，重点这个今天这个价钱是买回去 try， 对，如果你用完一罐杯，来最后十罐杯干的话，拿回来退款，我退你最你四罐的钱哦，不是讲说不是没有你今天给我买4罐88嘛，对，用掉了一罐，用掉一罐，我退是退88给你，我敢在这边拍胸口讲。就是太有诚意了，这个太有诚意，这个是买回家，买回家 try 用，买回家 try。J6+1 4罐88，如果你相信我，你不要打加一，因为外面一罐卖108，所以你敢敢直接打+2+3，因为这个东西是必需品。如果你早晚用，多久？一罐就10天了啊，一罐10天啊，20、30就一个月，只是一个月多，一个月多一点点而已。OK， 啊，一个月多一点点，抢到了你们要赶快去还钱哦。重点是我的 Admin 跟我讲说，okay. 要还钱先啊，因为抢到了未必你是真的拿到，一定要先还钱。要，因为这个我们数量真的非常有限，好不好？所以各位朋友，今天相信我的 ，OK， 敢敢打 J6 加你要的数量，这一个一支一支的，你每天早晚跟它用起来。拍照 before after，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你的皮肤真的亮一个程度。对，帮我一个忙，你们 try， 如果这个东西一定没有啊 ，OK， 来 Marco Ong 已经在用了，他讲说这个 pigmentation 的话 is 可以 lighten， 就是他的斑会淡化，他已经 tested and proven 了，哦，这个东西。Marco Ong， 谢谢你 Marco， 谢谢啊。Okay, 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在用这个产品，所以我才会拿出来找它的升级版更加够力，因为我本身没有机会用到升级版，我没有货，最新的肉等等的，啊，我自己没有货。我跟你说重点是什么，你看我刚刚涂上去它完全已经吸收了，很快，我跟你们讲没有那2分钟就完了，全部吸进去。但是前提是啊，各位朋友，你不要只涂脸，你的脖子也记得要涂，有多的把它脖子也涂，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一个它也可以帮助你淡你的颈纹。好了哎呀，忘记哦，因为很多人懂。OK， 所以我们要下一票了，因为已经完了。来，这罐收了，所以一次一次拿，没有了。来 next， 这个收住了。哇，哎，哇，我不要咬我的坐姿。OK， 来，我看啊，等一下，你们各一下子，我把电话换过来这个 stand。OK， 你们给我一下子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一下子我换 stand 啊哈，我换来这个。耶，这样就 OK 的啦。这个就没关系的啦。来，各位朋友，各位朋友，哇，这个东西为什么？其实我跟你讲，什么东西？太凶！刚才哈，我觉得你知道吗？现在我出国，对不对？嗯，我出国，然后我妈妈一直在线上，你看烟溜，加油，加油嘛！哦，这个是领导部啊，哎哎，好，下面嘛，妈妈好，妈妈好。她每天她在线上很鼓励我。妈妈加油加油，然后而且我现在想到我在一个月没有回家了嘛，对不对？差不多。然后我回去6天，五六天啊，然后我又要再去出国，我们又要出国了，对不对？然后我出国回到去的时候就5月，你知道5月是什么节吗？五月是我爸爸生日。啊，那个也是，对对对，那个一定要全部。5月也是我妈妈生日。是吗？好，我买礼物给你妈妈。哦，谢谢我妈，5月28号生日。我妈妈那个礼物。你自己买啦，他妈妈我买的，结果可以拿留下他的家吗？胸大就有这样子的特权，一定有比较优先权的。这我要去整一下了，比较多特权 ，OK？ 怎么五月你妈妈生日了？很重要的，我爸爸生日喽，重要还有什么？谢谢你，女生们应该对慢慢的。你看，有人猜对了哦，对啊，花拉会很伤心啦，你不记得？哦，母亲节啊。Sorry， 米娅拍谁啊？你所以呢？ Sorry 啊，你看啦，我妈妈一直在线上拿加油，然后我又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我回去几天。今天这个可以。对，所以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讲，我们介绍的这一个产品是给大家安排给母亲的。
哇，送礼物送礼物，安排给母亲的 ，OK、啊。而且今天我安排这个礼物呢，是有代表价值性的。有价值，人家 Chris Liu 笑哎，端午节人家讲母亲节，你拿一个单端午节上来，我还清明节哎、欸，端午节好像也是哎、欸，端午节是吗？五月吗？农历的五月五庆端午，我知道，端午节也是，手里不好说。OK， 我们讲的是母亲节啦，我们讲的是母亲节，不过端午节也 OK， 端午节的话呢 ，OK， 你也是可以买来送你的家人 ，OK， 所以今天我就请一个姐姐来介绍，叫这个姐姐，对。为什么呢？他做这个行业已经有很久了。我跟你讲哈，我要郑重介绍他，他是我们的台湾啊，你知道，台湾首屈一指的卖淫小淫娃。你讲到这个卖淫哎，你讲好好这个，我很尊重他的嘞，这一位。没有，就是他是我们。卖淫的第一把交椅，淫啊，这个就是啊，这个熟练的淫啊。哦，刚刚就有人问了伟雄，有人说这样子的话来得及送货吗？我个人逼你一定收得到。对，母亲节是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对，我礼拜日是，我送得到给你就可以了。对，一定个人逼，一定会送给你。没有的话，我上去陪你妈妈吃个饭。如果货没有送到，我上去陪你妈妈吃饭。可能你妈妈不要的话，我就换王雷上去。OK。OK， 来，所以今天这个欢迎我们的姐姐钟姐。Hello， 大家好。姐姐，你现在你忽然间讲莹，你现在要叫她莹姐，怪怪的。妮可姐。小东的亲姐姐，亲姐姐哦，这是小东的姐姐，大家都知道，我卖淫30年了，卖淫对，乖乖嘞，姐姐，我很尊重你，你不可以这样讲，对啊，因为你看小东每次都说我是淫娃，现在变成老淫娃了，我现在知道了他的淫，我们请卖淫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好。这个母亲节真的是非常的适合。第一，它这个珍珠全部是天然的，我们选择的是10到12mm的珍珠，很大颗哦。对，非常大颗。一般来说呢，珍珠的话几乎就是一整条，对，一整串的珍珠，一整串。可是我们有经过特别设计。那我给大家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先哦。哦，我知道姐姐，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一般像通常我们在外面买的都是就是珍珠跟珍珠一颗一颗的，对。但是今天它很特别，对，它中间也加了银的花托，然后银珠，让它比较有特殊性，比较不会说让你带出去都一样。还有注意到这边，这个也是纯银，然后上面写的非常吉祥话，好运。你再翻过来，好运，双面的，对，连连，对，所以你送给妈妈或者是自己带都非常的适合，而且。现在的珍珠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对都是非常流行天然的，然后珍珠又称之为 mother of the pearl， 就是说不管我们是妈妈啦，或者我们是女儿，都需要一条珍珠项链。对，而且我觉得妮可姐这条很漂亮，你看，对。你知道吗？像我们不管是送给妈妈，或者是女儿自己戴，你看我这样整个戴起来，然后配，你看即使配个牛仔裤，对，然后配个这个小可爱呀，再配个这个，然后加这个，你不觉得整个很帅气吗？我对，戴帽子也很好看。我只能说两个字，姐姐，时尚感。对，因为大家对珍珠的概念就是说老气，对。但是你看姐姐的这个设计呢，完全戴上去你会发现到就是一个时尚感。对。然后每颗珍珠它有一点大大小小的不一样，因为它都是天然的，所以呢这个然后也带来给我们好运，好运连连，然后我们绝对保证都是925纯银的，然后长度呢我们有40公分可以延长到45公分，所以不管你是胖或者是瘦，多多少少我们一定都是可以戴的。对，它后面有延长链，让你可以就是譬如说像瑶瑶比较瘦，所以它戴最紧的，然后譬如说我们 auntie 啊，我们就可以戴后面一点，像我的话就要戴后面一点。对，来，我叫我直接买给他了。哇，你看，喂喂，
来我儿子叫我，哎，很快来我师母，对，为什么好料好孝顺。你看，我告诉你师母，你的那个哈，整个人啊，很高贵起来，对，真的，对，因为珍珠就代表很高贵，对，大气、优雅、纯洁，对，漂亮嘞，哎，它珍珠很美嘞，可以有年轻的戴，老了也可以戴，对，哇，哎，还有这个是什么？好运连连，你背过来后面连连。好运连连，对，看到了，真的，所以我们呢就会准备这样子的礼盒，就是到时候，对，就是对，当你送给你妈妈的时候，你放心，我们已经有准备了一个礼盒呢，就是你可以直接送给你的妈妈母亲节礼物哈，对 ，OK， 所以今天呢，来，我们再给姐姐介绍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们这个好运连连的珍珠嘛，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只要买我们 Nickel Silver 的银饰，我们都会送你这个饰银布。对，然后譬如说银的部分，如果说有一点氧化，就可以用这个银布来擦，这个都是送的。哇，好贴心耶，姐姐，保养都帮你准备好了，太棒了，对，没错。所以今天你会准备就是我们的这一个项链，好运连连的珍珠，还有手链，一组的，对，一整组，它是一整组的。对，你看真的有鞋嘞，你看。好运连连，对，手链跟项链都有，对，项链都有，非常的好看。然后今天如果你想要买的话，譬如项链也有价钱，手链也有一个价钱，可是如果一套买，我们还会有特惠价。我们先给你们看单卖，我们走手链先呐。OK， 这个是手链，这个是项链，它真的很漂亮的，很漂亮，有分量感，对，非常有分量感。姐姐，我想问一下，这个珍珠是什么？珍珠是那个海什么？他们有什么什么什么海？淡水珠，淡水珠哦，淡水珠。对，然后而且我这边仔细看一下，它是有一点带粉红一点点，而且它的光泽是非常的亮的。对。就是觉得有一点粉红粉红，它不是只是单单白哦，对，它是有带一点粉红，对对对，而且隐隐落线哦，没有错。OK， 来，我再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对，来，我再给你们看一下先啊，来，它不是真正的那种白白的，而且它有点 pink， 呀，粉红粉红，对，光芒折射有一点那种七彩光，对，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一个是纯银啊，各位朋友，然后旁边这些也都是纯银，所有看到的都是纯银。来，我们再放大，对，10到12米的手下一点点珍珠啊 ，OK， 所以你看啊，各位朋友，这个手工制作是非常非常的优秀跟漂亮。你收到货的时候，你摸到的时候，那个质感不是一般的那个质感，它真的是，你看它的这个设计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OK。所以这个是台湾的淡水吗？这个是对中。不是台湾啦，不是啦，乱来。大陆的，大陆的，对对对对对对对。OK，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走手链，好吗？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的手链呢是17cm-20cm， 就是整条啊，整条。对，它是可以调节的哈，好不好 ？OK， 不用不用不用，笑伟后面。好哦 ，OK， 好。所以今天来，各位朋友，我们好运连连的珍珠手链。今天我们卖一组先，等一下我们会卖套组啊，套组就是有项链跟手链。但是如果说我不要项链，我只要手链的话，来今天等一下都有。对，我们先放手链啊。去啊，手链。来，今天帮我打上 A65 加你要的数量，一组直接188块。哎，这个很熟嘞。对，小钟。小钟。他代言的吗？算是，他没有办法，因为姐姐讲。他姐姐直接用他的照片，他没有的选。说得好，太棒了。OK， 所以这一个的话，姐姐我想知道哈，这一个哈，如果你戴这个手链，也是可以代表我们的那个运气啊，对，全部啊，对不对？全部都好运，他的那个手链也是好运连连哦。都有都有都有。好运连连，然后对，会带给我们就是。戴珍珠，它其实就是带给我们很好的福气，因为它。然后我选择的都是圆圆满满，然后带光泽的。也 是因为珍珠分很多等级，对，有人会拿到的珍珠是
布布，它那个看起来不是光亮的，就是很暗的。对，很暗。我选择的一定都是漂漂亮亮，然后是每一颗都带有光泽度的。真的。对，其实珠宝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比较。你如果说你有买过以前的话，你可以来比比看我们家的，你就会知道，对，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摸上去那个质感是非常棒的。OK， 所以这一个还要再讲多一次啊，我们的手链是17cm-20cm， 对，所以是一。Hello， 做做工啊。Hello 哎，你的。没事，来 OK， 来手链 ，OK， 来，这是17cm-20cm， 所以帮我打上 A65+1， 一组只需要188块，对，太棒了。OK，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像这个手链呢，它来我近看给大家看一下，它真的也是非常的漂亮。你看它这边有写哦，你看哦，好运，好运，变过来，连连，好美呀、啊！真的漂亮，手链非常，真的很美，真的很美。买给你们的妈妈，对，而且你看它这一边还有一个小吊饰放在这里，你戴起来它不会很单调，你知道吗？超级无敌的好看哦！所以这一个的话呢，188块钱这样子一组啊，帮我打上 A65+1。好，所以再来，现在就到我们的项链啊，我先给大家单价先，因为单价的话呢，就是有给你们自己选择性，对。但是如果说你们要套组送给你们的父母亲，我们等一下会有，好不好？送给妈妈。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一个珍珠项链呢，是16-18。寸，那就是40公分-45公分。对、，OK，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个呢也是很漂亮的价钱，一组只需要280。哎，真的珍珠，你去外面买最少300多-400多块。对对对，是300多块了。对对 对， 对， 对，是的。这个送妈妈真的很有诚意，很有诚意，谢谢你的妞珠。珍珠代表什么？珍珠纯洁，纯洁，优雅，对。对，所以这个呢，买给你们的妈妈呢，你们妈妈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卖在 guarantee 会在母亲节之前一定送到。没错，是的，来，所以这个帮我打上 A6 世家，你要的数量一直只需要288块。对 ，OK 啊，等一下戴上演那个宫斗剧的时候十分耀眼。如果说有人讲说，哎，我又要项链，我又要手链，我两个一起买，当然买两一整啊，这样。这样一珍珠啊，有没有？对，哇，好，哇哇，好好好，搭配好了你就不用担心。你看有些人是可能桌上有东西一样，就手空空的，对，可是又怕搭配的其他东西可能不适合。你看这样一整组。你帮我带，多好看！我跟大家讲，这样子一组的话呢 ，OK， 我告诉大家比较划算。为什么？因为今天我这样子一组哈，我先问大家，刚刚我们手链卖多少？188嘛，188。那项链多少？288，188加288多少钱？470多吧，470多，今天不用 ，OK， 476，我给你一组388块钱 ，OK， 388，你会拿到我们的项链跟我们的手链，你帮我打上 A64+1。388原价是，如果你这样买的话是476。对，今天我帮你省多少钱？你算啊，本来是476，今天我只收你388，你省了88块钱。88块，你可以拿。刚刚买那个。买刚才那一套。刚刚好。美白淡斑的刚刚好。这个 J6+1，我不懂还有没有货，刚好剩下88，拿去买这个。对。啊。送妈妈，你知道面子、面子都有，很漂亮。你就跟妈妈说，哎，妈妈，我知道你辛苦啦，皮肤照顾我都没有怎么去保养，那买了这个四罐给你，那再加上我再送你这个项链跟手链，太棒了，对不对？代表着永恒，给你的爱。送到你的家是这样，会有一个 gift box， OK， 会有一个 gift box。如果你要手链跟项链的话，就是打上 A67+1。送货一定是5月第2个礼拜之前，一定会收到。好吧，先帮我打上 A67+，你要数量一组只需要388块钱 ，OK。所以这一个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我戴起来 ，OK， 它也是 OK 的啊、，OK OK。而且等一下我也会卖这个手链哦、，OK， 哎、你看不一样的哦。你几时拿的？哎呀。哎呀，你几时去拿的？哎，这样子带两个也很好看。对，这种不一定讲说带一条，哎，带两条漂亮的。那两条也是很好看啊，对不对 ？OK， 来，所以这个赶快。5、4、3、2、1 ，Next， 送给妈妈哦，好不好？来，现在。
在呢 ，OK， 姐姐。哇，你的手，你的手。来，姐姐来，姐姐来。OK， 来这个哦，我这个又要再拆掉了。OK， 这个又要再拆掉了。来来来来 OK， 来，各位朋友，我跟你们说，哦，有指甲，对 对, 对。OK， 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呢，你看我的戒指这边呢，也戴了一个小小的玫瑰珍珠。哎、对啊。对，全部是姐姐给我戴的，哎、我知道 ，OK， 你看超美的 ，Rose，OK，、yeah, Rose, okay? 对，然后呢，重点是呢，你看我注意看我的这一个项链，项链这个也是玫瑰花珍珠套组，有没有看到？有，它是这样子的哦，嗯、项链哦，非它这个就是很怎么样说呢？就是它是很简单，对，优雅，对，它是简单优雅的哦 ，OK， 所以你看我戴这样子单颗 ，OK， 因为我今天穿的比较简单，所以我就戴这样子，对，然后你看戒指这边一个，还有。注意看，噔噔，还有耳环，对，这个耳环漂亮。今天我是这样子戴一组的，所以我有一对的耳环，一组的项链，还有戒指，戒指 对, 对，超好看，而且它是珍珠的哦，小珍珠在这边，天然的小珍珠，天然的，对，天然的。我们大概这样给他们看了哈，对对、okay ，天然的小珍珠。然后这个戒指是 free size， 哦 free size， 啊，所以都可以互相调整，所以不需要尺寸的问题。对、啊、对 ，OK， 所以今天这样子一组，他收到的时候是这样子，对不对？对，就是收到一整组就会是这样，礼盒包装。我要我变过来给你们看那个比较清楚的 angle 啊，好不好？大家看一下先、啊。OK 啊，对 ，OK， 给你们看呐、啊。哇，老水耶！对，哎啊，看有吗？有，等一下，等一下。然后我们所有的材质都是925纯银，因为有一些人戴饰品他会痒。会过敏，对 对, 对，那戴我们纯银是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对。因为我每次如果在外面买的那种耳环，我戴了过后会痒、会红、会肿，对对 对, 对。这一个我戴上去完全不会有这种问题。如果你戴了会，如果你戴了会痒、会肿。可以退款吗？当然当然，因为我们这个绝对保证是925纯银的、对，我们绝对是有这个保证。你看看了真的很想买，我告诉大家，珍珠这个东西哈、大家就是可以拿来传宗接代。哎、对，是不是？你就是可以买了过后呢，下次你可以再给你的女儿。西西讲什么呢？他讲说他上一次买了，他这个他收到这个东西真的很漂亮。对。OK， 所以今天我们是卖这样子套组的。如果你喜欢毛霞妹身上的这个项链，还有我们的耳环，还有我们的戒指，今天来各位朋友，如果你要买这一套给妈妈也可以哦，自己戴也是可以，对，可以送给你的姐姐，对，或者送给自己，送给女朋友，对，都可以。今天我只收你三组套哦，你算一下这个价钱，项链、戒指加耳环，三，对，你们在外面三套组。你们在外面买，通常这样子一对耳环珍珠的也不便宜，大概一对耳环大概就要100多块新币，对不对？对，对不对？因为没有错。今天你猜到来啊！来，我跟大家说，今天非常值得。我这样算到来，猜到来了，60多块钱新币。今天来，各位朋友，一组哦，听好哦，今天一组有耳环、有项链、有戒指，只需要188块。对，今天帮我打上 K68 加你要的数量。珍珠的款式是永远永远在这个时代，是在什么时代它都不会过时，对，它永远不退流行，对，永远都是妈妈戴。女儿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的，不是讲所有的女人都要一个珍珠，啊、真的，真的，对，这是真的，必须，这是真的。Chanel 的他们的是塑胶珠，啊，对，给啊，可是他们。因为他们是大品牌，对，对，像不一样的品牌，就算用塑胶的珍珠，但它还是要需要有珍珠这样子，对 对, 对，这样子的东西，对，这样的元素在，对，才会有时尚感，对 对, 对, 对，是的，所以今天来赶快拿报打上 K68 加一，只需要188块，对 ，OK， 所以这个的话呢，赶快买给自己，非常的漂亮。这个戒指有尺寸吗？没有 free size。这个呢，它的戒指呢是可以调节的，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手不要动，你手不要动，你手不要动，好，给大家看啊，不要不要啊。这一个戒指呢，这边是可以拿来调节的。如果你要大要小都可以，你就只需要跟它把它掰开一点点就 OK 的啦。还是把它弄紧一点，对，把它弄紧交叉就可以。所以我们叫这个 ring size 还是 free size？ 对，没错。好，所以赶快来，我们下一个。下一个是弄是哪一个？其中一个，这个我喜欢这个，这个你可以戴一个。没有它的那个它的那个珠，你看，哎呦，这个我相信。在新加坡的直播台，一个先看你这个好不好？好，来给他们看，给你们看一下先拿。不用不用，他的手有。OK， 好来，你借我看一下先拿。OK，
好，来，我帮他戴，帮他戴。我跟你讲，男男朋友帮帮女朋友戴手手链。然后不要这样，是你没有帮我戴，你们这么浪漫的事情，怎么你没有帮我戴嘞？没有帮我戴，自己戴了，不要抄了。自己戴，我戴不到，我直接戴。你的手有点笨拙哦。好喽，我很少戴，因为还是你紧张，你眼睛一直在看着别人。没有，我不敢看，这个太靠近了。没有，我们不擅长戴，我们擅长脱。来，帮我戴。没有了，自己点。来，先看这个。你看很偏心哎。很变心哎，很美，它这个很漂亮。小花，看到吗？我仔细给大家看先啊 ，OK 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先啊 ，OK， 来，各位朋友，我给你们看这里它的这个设计。姐姐，我想知道这个是珍珠吗？这个不是珍珠，这是什么？这个我相信在新加坡直播台是第一次卖。哎，它这个是很特殊的。一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橙色的，叫做 sunstone， 你有没有发现它有星 ？sunstone 就是所谓的太阳石，哦、然后白色这个叫做 moonstone。Moonstone、月光石 ，OK， 对，所以这个你看，你们看到星？你们看到？有，对。然后你看月光石跟太阳石都有那个星，对，就是 glitter 在里面哈。对，它这个是天然的宝石， okay、然后一样，我们也都是手工制作。完全都手工，然后一样锤一个下来这样。所以你看啊，银姐卖的这个是真银哦，绝对是不一样的。然后呢，银的这一条手链很有意思，它就是月光石 sunstone and moonstone， 就是日月有钱，因为什么？有钱花，日月。这个是一个福袋嘛，对，一个福袋，然后一朵花，日夜有钱花，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名称啊，代表给你们兴旺发啦。对，然后这个我相信新加坡的应该没有看过这个吧？好像没有，对，从来没看过，而且它大家都可以去 Google， 没有问题，很耐看嘞，对。他不会说看得很看一下很紧，什么年龄都可以，你们睁开眼睛进去给人家看，都 OK。哎，手里啊，镜头有点歪歪啊，不好意思啊，那手里有点歪歪啊。谁的指甲这么长？应该是毛虾妹的。我的，不好意思，对对。我给你看，超美的。我的皮肤是比较偏黄，对。你看，我们的瑶瑶是比较偏白，都可以，都可以。你看。偏白或是偏黄的肤色，其实戴上去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都好看。OK， 所以这个话，姐姐就是代表白天晚上都有钱花。对，它这个真的，而且天然的石头就是会带来好运。对，所以这是天然石，全部都是天然的。太棒了，这个是月光石跟太阳石 ，sunstone and moonstone。哦 ，shit。对 ，this one this one a name is a day and night money flower。对，日月有钱花。这个手链是17到20 cm， 可以调节长短都没有问题。OK， 所以今天来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这样子一串日月有钱花手链，今天只卖你138块，所以你帮我打上，这真的是很便宜。对，哇，这个很好哎，对，好棒哦。OK， 所以而且又是很特殊的石头。其实它也不算水晶，对吗？它就是天然的宝石，它也算是水晶的一种。可是它就是比较，就是一般大家比较少去接触到，所以我觉得推荐给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很适合。对，因为是比较特殊，跟你一般之前买的会不一样。哇，太棒了 ！OK， 所以来，各位朋友打上 A66+1， 一串只需要138块。这个呢，其实呢，我告诉大家，那不管是妈妈戴、姐姐戴，或者是我们自己戴，其实都很好看。对，因为为什么？其实说真的，它这个真的是百看不厌，因为它的这个颜色配搭起来，它不会很死板。对，而且呢，重点是有时尚感，因为大家都很担心说戴这种链呢、会很担心说很老气、很土气，不会，这个完全不会。你收到货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每一颗都是那么的圆滑，然后而且呢，重点它这一个呢，全部银都是真银 silver 哦，所以每一颗都是这么的漂亮，你摸起来，我告诉大家那个质感
真的很棒，你下次一定会再找我们买，好不好？ OK， 所以这个帮我打上 A66+1， 只需要138块，只有这一个好像是比较数量有限，对吗？对，这个你带多少条来啊？这个100条而已，100条而已啊。OK， 所以我们只有100条啊，各位朋友打上 A66+1， 我祝大家呢就是日夜有钱花。Sunstone and Moonstone，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宝石。姐姐，你英文也是可以嘞。对，我很希望大家能够戴上这一条手链，因为真的是，真的是外面比较少，比较稀少。因为你在外面通常讲的哈，都是那种它一粒一粒的，就是珠子，就是串在一起，然后你戴了就是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对，然后而且有些衣服你会觉得它不搭，对，因为它只有单色，对，但是这个的话它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粉色，然后有一点这种珍珠，对，它有一点这样好，而且它会在太阳底下你看照射的时候又带出来不一样的光芒哦，各位朋友，对，因为它每个都有心，真的都有心，很漂亮，这条手链真的我很推荐，因为比较特殊啦，对，我相信新加坡马来西亚比较少。对，最后50，来最后50多个了啊 ，OK， 来我们下一个，哇，我跟你讲这一个哦，来来，我也刚有人在问蓝色的那个，蓝色的来了，看到没？这真的好可爱，真的很美，这上面有个元宝，真的，来这个你借我放大给他们看一下啊 ，OK， 来我给大家看啊 ，OK， 来各位朋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蓝色呢 ，OK， 也是毛小妹现在手上戴的。你看我两个搭在一起，其实真的很好看。那这一个的话呢，它其实比较特别，它这一个是蓝色为主，而且它不会太过的蓝哦，它还有加我们的这一个银上去。而且注意看这边，哎，大家都喜欢，华人都知道。发，黑 on 发啦 ，OK， 它就是有那个发字 ，OK， 而且呢，啊、真的吗 ？OK， 所以你看看它两边 ，OK， 你360度转，它都会有发的字在这边。然后呢，大家都知道华人啊，传统就是很喜欢什么呢？金银金元宝，对 ，OK， 对，这个就是帮助你招财进宝哦，而且是360度转哦，活性的哦 ，OK， 所以这一个你看它的手工，我给大家看，真的，它不是一般的，你看哦。你看它连这边全部都铺满那个钱币，对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你戴上去过后呢，这个姐姐这个戴上去代表什么？这个叫做，我先来介绍这个宝石。对，这个宝石我相信新加坡也很少看到。这个宝石叫做 Blue Topaz， Blue Topaz， 对，它是蓝拓跋石。Topaz 有很多颜色，有蓝色，有白色，有 Pink Topaz 都有。那一般来讲，最能接受度的就是我们这个蓝托帕斯。来，是什么东西来给你们看？来给大家看一下啦、啊！哇，所以它是这一种，所以你看它的颜色有非常的多啊，很多种。然后一般来说，比如说里面的干净度、啊，像我们这个这么干净的，它就是等级非常的高。哇哦！然后我们这个叫做 special cut。因为你注意看它每一颗的切工，它像一颗南瓜一样很可爱，它不是像我们一般的都是圆圆的，它是有一点南瓜形、哦、所以它的切割也是很、欸、而且不是讲一粒圆圆这样咔出来，对对对，不是，它注意看啊，它有四面八方的，真的对、啊、所以它的看了是很漂亮的。我觉得它的那个切割的手工很好，对，超漂亮的、欸、但这个原来有对身体有好处的、欸、来来来 我跟你们来 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哦、你们自己看，你看 what's the benefit？ OK， 就是会有关系到你的喉咙跟你的头。你们每次有 migraine 就是偏头痛的朋友，啊，这个它会帮你们舒缓，带了会啊。还有如果经常喉咙不好的朋友，你经常有喉咙痛，气管问题，喉咙痛，它会帮你带了这个啊。还有这些帮助我们身体的功能，好厉害哦，姐姐。然后对，因为这个石头也很难找，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紫水晶、黄水晶，也是对对，不是黄白，对、哦、对，蓝的没有人听过，对，所以我就特别介绍这个，对，这个比刚刚数量还更少，这个只有50个而已，对，这个更少，对，只有50条，因为这个真的很难找 ，OK， 戴久了会变黑吗？黑的话，我们有送你这个试衣布可以擦，就是那个布啊，对，整面保养，姐姐。对，然后我再教大家一个小秘方、啊，对，因为拿出去外面，人家给你洗20块，对，真的，
新加坡要、啊、你去拿去 Tiffany 洗，可能要100块新币。一定要。对。所以以后我其实很简单，对。来，怎么样？怎么洗？我们就是回到家呢，牙膏随便什么牙膏都可以沾上去刷一刷。我用黑人的可以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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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牌都行，什么牌都行。刷一刷，然后用水冲一冲，然后记得让它干。啊哈。啊，因为要抹干。对，要让它干了以后，它就会跟新的一样。哦，就亮晶晶啊。然后记得我们去泡硫磺的温泉，就千万不要带。啊、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没有硫磺温泉。OK， 那就没有泡澡可以。如果你们带去台湾还是日本啊，泡温泉不行。对，美赛啊，可以调长度，可以的，可以的，因为这个长度是17到20 cm， 所以是可以调节的哈，好不好？所以我们在这后面都有一样。有一个延长链的部分，对，调这个很漂亮，对，很美，对， yeah. 这个 blue top box 真的是很漂亮。Josh 汉，这算终结，这算30年的第二 SP 了，30年了。对，我卖银饰已经30年了， over, 对，经验很好，有口碑的，有口碑的，对 ，OK， 好，来，这个多少钱？来，今天一样，嗯，188块带走，对，前提是50个，对，不是，终结这个几时会送到货啊？一样，我们大概就4到6个礼拜，只有这个哈、哦，百无禁忌吗？全部对，百无禁忌。就是他们如果像要行房啊，没这个没有、啊、这个没有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对，它就是水晶，它就是 Brutal Pass。Yes,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帽打上 K69+1，一组只需要188。对对对，这条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很美很美很美。对，最主要 Topaz 它有很多颜色，然后一般来说，大家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天空蓝。对对，因为它就是让我们感觉很高雅、很优雅，然后我们配上了一个发。让大家发发发，然后大家带了一个金元宝给大家，对，对，让大家能够拼啊、翁啊、哇啊 ，OK， 对，所以这个，但是这个水晶呢，哈，自从该中。这些好老实，真的很老实哈，真的。对呀、啊，你看就是一个老实脸嘛。对呀、啊，我们都是很实在。坦白讲啦，虽然他弟弟就一个没有很老实的。对对对对，开玩笑，我们认识，因为认识久了，所以我们敢开玩笑。对，偷偷我们不会讲的，没有错，没有错。对啊，来，这个我们要的话，打上 K69+1，所以是多是长啊，它的阔度哈、啊，就是它的长度是17到20 cm。对，因为它后面都有，我都有给你做一个延长链。它都有 extra 的。对，一个一个，你自己跟你的手大小自己调。而且一般人延长链后面不会再加一颗真正的宝石在这、啊就是，我们每一个都有啊，真的每一个话都有，每一款都有都有。来，你看啊，就好像这个图案这样，这个对，它都有多一个，这个很美，因为你单单这样一圈啊，没特色，没有特色，很普通、嗯，对，就好像你在牛车水买。对、啊，不一样的，但是你跟我们买的全部是不一样，全部是终结精心制作的，制作出来底上也是摆摊。对 ，OK， 最主要是要好看，嗯，东西要时尚，你才会去戴它。对，人家老板就哎呀，要买了我就不要，没有也没有人会买，对，那就没有意思了。对，我希望大家买了就一定要戴，对，然后东西戴了它会越戴越漂亮，越戴越美的。对，我相信你出去一定大家会称赞你这个东西是漂亮的。哎，哪里买呢？哈啊，你就帮我打一个广告，叫他来卖鱼仔这边买，对，啊、来卖鱼仔这边买才有这么漂亮的宝石。我要请钟姐去喝水先了啦， okay, 谢谢你。来之后呢呵呵，我不可能无缘无故穿这个超级爆款的 T 恤嘛，对不对？因为忽然间那个毛下面他把这边 aircon 调到21，我忽然间有一点冷。OK， 这个我也不多，这个拿出来，今天就是这个 Fila 款超级爆单，之前5000件都不够卖了，我今天拿到100件拿出来给你们去抢，而且今天的价钱是。我们谈到他给我们便宜，我们就拿出来给你们便宜。OK， 这个哎，这个价钱 T 恤，这个 Fila 有包邮吗？有。哈？有。飞机。哇，是啊，今天检查，认真们在看，五十路一波。今天不要讲，今天就只有两个 size。我现在我哎，帮我看一下，好像是 M 还是 L？ 这个是 L。L 啊，我是它这个是 regular cutting。这个是 regular cutting， 身高165，62公斤。OK， 我是穿 L， 我穿 L 嘛。今天我只有 M 跟 L 两个 size，
要的话赶快去抢啊，留到各位的朋友。今天这个讲真的是今天的 star buy， 就是 Fila 的 T-shirt， OK， 后面是 blend 的，好不好？给你们这个买，应该很多人都买过了，两个赛就一百件而已。我啊，两个赛所就一百件而已，真的，今天拿留到后面的顶啊，火鸟顶队直接去抢啊，给你们，你们看 BDD 的过后去抢了，要马上去付钱，因为我就只有一百件 ，Go， 哎，做饼 ，sorry， 要的话。M size 打上 F1 加 1，L size 打上 F2 加 1，PTP for M size 的是它的 bit to bit 是 51.5， 长度是 68， 我本身穿的是这个，今天才卖你19块，赶快去抢。我本身是穿 size L， 54cm by 70， OK， L 啊，卖一仔本身是穿 L， OK， 我就只有这两个，赶快去抢给他玩，19块包邮，西马的朋友会多一个8块钱，怎样都比你在哪里买都还便宜，我觉得。最后70件，赶快去抢啦！最后70件啊，剩下你们这边好料的，我就是这个，我不要放第一，因为我就只有100件，我不敢放第一样，这个放出去我怕给人家骂死啊。Only one color, yes, only black color， 只有黑色，就是这一款，而且它的Fila是有一点啊，它是这个讲讲呢，3D 的，它是 pop 出来的，是线条 pop 出来，但是它里面它的胸部这边穿了不会搞尾的，因为这个我都有，我有黑白两个颜色我都有 ，only one color， 这个黑色 ，OK， Fila 的这个经典 classic 款，这个没有，这个比它 classic 还美啊，我这一件，问题是今天才19块，你来明洞买，我跟你讲不包干地有19块，而且我这个是包邮送到你的家啊。OK， 新加坡哦，西马的话会有一个8块钱优惠，9加8是多少？27送到你的家，都五花，我觉得都五花，哇啊 ，Bunjolin 的话你直接加3，厉害 ，F2 加3 ，Yes， 去抢这个，赶快，应该剩下40件而已啦，现在40件而已，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赶快要去抢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啊？Post-sales 已经上了，所以刚才我们所卖的，还有刚才那个我擦脸的，最后30件，最后30件了啊 ，100 件卖掉70件，最后30件，买给阿文，也、yeah, 赶快去抢啦 ，OK， 这个 Fila 这个 3D big logo short sleeve black color 就只有一个颜色， 19 块，新加坡19块包邮送到你的家，啊 James 啊，这个有没有在赚钱？我赚应该这是没有赚钱的啦。非常多人在打，非常多人在打这个，赶快啊！抢到这一个记得要去还钱，跟刚才那个 J6 一样啊，那个敷那个擦脸的 ，OK， 那个我在用，那个我相信你，相信我 J6， 你们还没有买的朋友，还是你们可以买，而且不包那个 J6 啊，这个这一瓶不一定要买给你嘞，你买给你的老公用，你觉得你的老公的脸越来越难看，他的脸色如来如差，如来如哦，你买这个给他擦，相信我。相信我，之前有看过鳗鱼仔哈，一年半前的时候的脸跟现在的脸真的不一样。我用的就是这个，我其他的护肤品我都没有用，我就是这个。晚上男孩子我是洗好脸 before 睡觉，擦这个，然后去睡觉。衣服没了，衣服没有了啊！这个来5 4 3 2 1 out of stock， 拜拜。然后呢，等一下，哎，等一下的眼镜呢？哈，哎，来给我看一下眼镜。Hello， 哎，可以帮个忙吗？眼镜，有吗？给他们 preview 一下，因为他们全部在换衣服。哪一个？黑的啊啊 ，Vivian 那个。你可以买给我吗 ？Davis Lee， 真的你要吗？刚才我不是跟你们讲眼镜，这个眼镜啊，你们今天没有买，我跟你们讲，你真的会对不起你们自己。这个眼镜真的是很漂亮，因为我的脸比较小，我戴哎可以吗？这个我觉得不错吗？帅吗？哦，帅。可以哦。对 ，OK。可以。哎，因为这个如果我你看啊，这个有些暗，它就太黑，很像你贴眉这样，但是这个它有一点透，所以 OK 的。这个太阳眼镜啊，咪咪，你的 F2 加一不要分开，全部连在一起打 ，F2 加一连在一起打，不要空格，这个。新加坡，如果你买之前我有跟我们买的，今天很廉价，我们的这个太阳眼镜一律少过，不要跟你们讲，等一下你们自己去看那个价钱，因为给我，如果是我在看直播的，今天的价钱我会买，因为太贵我不会买，好不好 ？OK 啊，各位谢谢你们。
记得抢到单的人去还钱，他们要去换衣服了。瑶瑶好像穿肚兜，肚兜，等一下穿肚兜出来。OK， 拜拜。等一下，王雷跟小周，哦，我是穿 S 啊 ，No，I wearing L size L size， 我穿 L size。Yes， you want the shit 啊？等一下，记得收看我们的小钟跟王雷，他们不懂要演什么鬼。等一下有这个，相信我。今天你没有买，你真的很对不起你们自己。还有，你有没有拿 clear 的？有没有 clear 的给我 ？clear 的，你拿一个 clear 的给我，给他们看。啊哈哈，可以了，这个给你们看，打个广告，玉律呀、啊，呵呵，西北拼音话咖喱工，今天没有买，真的浪费呀、啊。这个是没有度数的，哇，我戴了，我真的我不敢戴这种眼镜，因为我戴了我觉得很，蛮好看的，戴这个眼镜。How many design? I think total is about at least 10 to 20, at least. 我们有这种普通的，还有刚才那个 shade 你收了哈。不用紧，不用不用，拿来这个来啊。我们有这种 ，OK， 我们有两种，这个是没有度数的啊 ，clear 的 ，clear 的，戴好看的，就好像那种老师，嗯。OK， 还有是那个刘长元啊，哦呦哇、哎，这个可以拿一穿，拿一穿，拿一穿，我自己还没有 shopping 呢，这些全部是新的，还有这个，哇，这种，哇，哎，不可以戴了，好像变态的哇，我要 black frame，OK，、okay? 嗯，戴了那种变态这样不可以，我要看一下，过了，给他们看三个可以了，呀、yeah! ，所以我不敢戴那种眼镜，我戴了真的很好看 ，OK。谢谢你们啦、啊、等一下记得收看啊，拜拜。等一下眼镜，拜。